啊，呢个咧就系皇宫啦。Thank you.
这个市镇叫萨拉拉，萨拉拉是中东一个镇嚟嘅，系阿曼嘅首都，阿曼首都嘅一个镇，第二个大城市，系阿曼嘅另一个城市萨拉拉。阿曼的萨拉拉，萨拉拉城，系一个海滩，啲沙好大沙。OK， 再见。这间是清真寺啊。一间清真寺，个塔顶，
清真寺正门呢度咧就係撒拉拉嘅文化古跡。撒拉拉嘅文化古跡。在朋友那儿听说，喺呢度咧舊村嚟嘅。入一个世界遗产。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，我依然深深爱着。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上面嗰啲泥土咧，一嚿嚿嗰啲泥土咧，就舊時冧咗嘅，冧咗啲屋啊！
想见难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恨埋藏在我心中。这个屋呢就新起的，可以近一点，出边新屋啊，啲新起嗰啲屋咧，前面咧就可以嘅。眼中出啦，嗱，我哋登船啦。
心都没跌。Come on.
Questo applauso, dai, tutti insieme, come on, everybody, Alessio Scarver, fuerte questo applauso!